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Ultra Dash S 3，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太赶了，没有办法在台北南港站开，南港站，南港展览馆的南港站开场，所以我们直接已经现在接近中午时分，我们直接冲到高雄左营站。我想经由上次台南的事件之后呢，好，我们依然没有失去对人性的信任，我们依然是一通电话，小司马上服务到家，这是更远高雄。看到那边，大家应该知道今天是什么节目了吧？对不对？该不会是小司新开的美食之旅吧？因为上一次莫名其妙的那个点阅率还不错，所以我们就开新单元了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统计高雄附近有什么小吃，我们就开始吃啊，不对，要先租车。啊，对对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先去租车。没有，我们这一次真的是有任务来的啦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我们就先去把租车搞定了，看会不会再发生上次跟台南一样的情形，会不会重蹈覆辙，一错再错。走 ，Let's go。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当阳光洒在国境之南呢，我讲。好开心哦！国境之南，而且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国境之南。哎，阿弟的车嘞啊？我的车在这，我车在车库。咱带嘛是爱给啊，翕一下车嘞。对啊，我们的车，我们是他妈假寄车子之名啊！来看一下。吃东西之时 可是我车忘记送洗嘞。免洗啊，我跟你讲，没有，免洗。我这车这个还不错，它这样子对不对？我买了大概7年多，然后停在峡口，这时候没有在排里头的啦，因为这个屏东太阳太强了，有没有？晒一年等于我们台北晒3年啊。台北一年有一年半在下雨。对，大概就是下雨就是那两三个月的事情啊。我们就那两三个月把一年的雨啊，大概都下完了，对，下完。所以你就趁那落雨的时阵，撸出来洗嘛，撸出来洗洗，我跟你洗洗得好啊。没有，我们冬天洗车都很省呢，我们冬天洗车洗一次都可以撑一两个月。我要洗吧。啊，也没有什么灰尘，没什么灰尘，没有车子跑来跑去。那你像这样子，你要去台北的话，你都怎样怎么去？我坐这边啊，怪开车去高铁啊，就是你们刚来的地方。然后，可是你的车的位置塞个隔梯啊，塞个隔梯啊，隔梯停在那个外面的停车场。对，然后过来我们就走进去搭高铁啊，看几点。哇，加定啊！我是比较怀疑说哦，蛇丸啊，嘿，因为就好客哎，嘿啊，所以大概朋友来有无？嘿啊，伊拢传去四界家，四界家，弗雷德嘛，嘿啊，好阿达嘛，最近的嘛，嘿啊，因叫热爱就传去吃。嘿，我来讲，伊拍个即嘛，我唔相信伊今仔传去吃，够无同诶。有啦，拢无，够无同诶。大家都不一样啊，大家都不一样，要吃当然都吃不一样的啊。我哎、欸，对，口袋，他的口袋很大呢。对嘛，像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吃，你是饭也吃，面也吃吗？我都吃，你介绍的我都吃。好啦，那我们就我们要吃之前呢，还是先完成一下今天任务。对，去看一下车子，开箱一下车完的车子，看一下车子，好不好？ Okay。 然后这个聊一下车子哦，我们这个汽车频道还是要稍微有一点衔接嘛，本分不能忘了。对对对对对 对， 對，我们哪里站起来的，就要在哪里跳起來，趴下去。哦，不要乱讲，不行啊，我们再聊下去，不知道聊到什么时候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我们是来，拍一下打开的那个，要给它放慢动作，低哦，低定位。它这个是不用放慢动作，就很慢的。这台车是不是你们前阵子刚拍完？我刚刚前阵看你们影片，就上礼拜，上礼拜没有，妈前两天的片而已。哎，对啊，我想说，哎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啊？没差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个是人啊，不是车啊。哦，人不是车，拍的是人啊。Okay。 你千万不要被我啊，你靠呀！哎，好了，开始了，耶！哦，屏东对屏流啊，好地方。哎，那个地灵人杰啊，地灵人杰，整个那个神圣的气啊，就镇压住我们这边邪恶的不好的东西。对，在家里都不会乱想奇奇怪怪的事情。哎，对，而且我们这个村子啊，哎，小师哥你卖空这村子那谁啊，那对不对哈？那种乡里林间那种感觉，那种虫鸣鸟叫。我跟你讲，要发展了。你看，要发展了。那个华夏盖，我们这里啊，这个小村庄啊，在这一年来啊，至少3个新建案。这种新建案带来这个，让这个小村庄多好。你看后面的我家正后方在盖那个有没有？谁的人没来啊？
Seven 那边来啊 ？Seven 那边来啊？我来讲盖饼啊，你在底下，今天很开心，很开心来到我们蛇丸运动来找我们蛇丸，谢谢我们小师哥，哎、欸，说到做到、欸，说到做到、啊。那一次那个我们尾牙遇到之后，对，刷下来，对不对？就是下来，就是下来，没有第二句话，没有第二句话，很少人愿意这样跑下来，只有真正的朋友会像下来。我想客人一通电话，我也是傻傻的去，我还真没想到，嘿，他对车是有一定的认识的，你知道他在。Honda 的屏东厂，对屏东厂组装新车的地方做组装，哎、啊欸，做组装，你是整多位？哦，引擎 ，Andy， 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对，引擎，哎、欸，要做 Andy 呢，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看观众朋友，你看这么多蛇丸影片、欸，你们知道他会组引擎吗？我的工作是负责把那个曲轴放下去。你知道驱走？我知道啊，机啊，拖浪鼓啊。对啊，你知道放驱走前，我们都要再放那个我们叫做波斯垫片啊，对，欸、那个半圆形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波斯垫片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的工作就是把波斯垫片放好，然后再把驱走，再把驱走放好之后，然后怕国啊，怕国啊，怕国啊，上看不起来，看不起来，射、啊，那个扭力，对，扭力扳手，扭力扳手扭啊，它。Honda 的那个扭力扳手是电子的，他们都是用电子去控制那个扭力，因为他说人力还是会有差嘛。对，哦，那这个就做得蛮好的，所以我在里面我就蛮佩服他们的。哎、欸，所以两年就一直负责通一件事情，专注。对，我们就做留学生。我刚做完没多久，喜美就打切了。那个 Peter, 然后 HRB 刚进来。哦 ，HRB 第五周年。哎、欸，对 ，HRB 就有主道。HRB 那时候是沿用那个喜美的引擎。哎、欸，对，1.8的。对，所以我那个引擎就是同一颗。对，可是他都没有改，所以很方便、啊。我觉得唯一对我们比较挑战性的是这个，我大概做了一年左右，快一年的时候，然后五代要进来啊，五代 CRB， 五代 CRB 进来，哇，那时候地球梦引擎进来，大家吓得要死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变很小颗啊啊啊！我人个大颗啊，手个粗，你知道那个引擎室很难塞 啊，那个手进去是很极限，对我来说很极限的。我波斯垫片基本上我是40手头进去再按哦，所以五代立马做的有啊，五代有啊，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你们。现在开轰达车2016、2017年，你就可能看到他组装。对，可能有一半是我组装的。哦，一半呢？哇啊！为什么不继续组下去？继续组，就是突然间那个受到那个神明的召唤啊，没有啦。我阿公就希望说，哎、欸，可能考公务员什么之类的，我就出来这样子。对啊，他就是老人家嘛。Hip YT。哦，就考公务员的时候太无聊了。然后就开始拍，就到现在了。那你当初为什么本田那么多车款，对，你会去选这一款？因为你买的时候2017年，它这还是2017年。对，我那时候五代已经进来了，五代快进来。那你怎么没有想要买五代？结果你去买4.5代。第一个当然是考虑到那个时候就没什么钱嘛。我知道，五代涨了一波钱。第一个就是考虑到这个价格的问题。对，这样看一下好像没什么差的话，然后再加上这是改的地球梦引擎嘛，然后再加上 CBT 的变速箱，然后这一台算是 NA 变速箱的最后一代传统变速箱。哎，最后一代，我想说纪念一下好了，要改款呢，这一点。对不？价格就比较好谈呐，价格比较好谈。那时候，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本田的价格就是一律来比较硬一点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们自己知道啊，我们唯一的好处是知道什么时候要差不多要改朝换代的时候，哎，改朝换代之前，那就很好谈。主要还是因为 CRB 这个车子的那个大小我很喜欢啊，刚好符合你的使用。对，然后再加上四代那时候也是经历了好几年嘛，5-6年，我觉得相对也很稳定的啦。啊，你袂感觉椅啊伤细还是安怎吗？不会啊，我觉得坐起来很舒服哎，我让。我一路从大概对不对100出，然后做到170，对不对？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，他就跟着我一起长大。对，176，173。对啊，我看你一啊，其实好像也没有推到很后面呢。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他起码2017年，现在不知道开几公里了，我要准换。哦呵啊，感觉你这边因为交通的问题，应该要很常用到车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蛮常的。我们基本上出去一定要有车啊。12万呢？12万。喂，啊，那种照呢？有啦，一定要跑的了。欸、一年开17000，所以它其实有比较高一点，有比较高，因为屏东这个地方、没办法，我们就是一定出去一定要有车。嗯，对啊，對啊，所以我们不止这个汽车的里程数高，我们摩托车里程数也高，我摩托车好像也7-8万。来，我们来观赏一下这个蛇丸的爱车。哎、欸，啊，这撸掉嘞，弄你撸的吗？这个就你车有别人会跟你用嘛？是无弄啊？你也用啊？大部分是我开啦。啊，那这是什么撸掉？这个是对，这是那时候。对对对，那时候发生一点 trouble， 不小心那个停车场忘记前面有根柱子嘛，磨到一点点，我马上缩回来、啊，没有到很严重。啊，这里这一块虽然看不太出来，但这一块有考过漆，涂弄掉啊，涂掉。这一块是我有一次去百货公司，然后有一个人下来的时候不小心扯掉，然后他就走掉了。
车子啊、哦？哎、欸，车子就一点点，其实一点点。哦，赶紧扯掉一个照。对，他就走掉啊，也没有凹，他就是直接重考而已。然后那个人后来有回来了啊，有啊，有，因为我报警嘛。啊，真的、啊？他不得不回来。他说：“拍谁啊？拍什么？”我想讲，我想讲，那是一个窟窿、啊，我唔知是透着你的车，一个窟窿。我想讲，安尼我得照啊。要求啊，要求啊，肇事逃逸。对对对，所以这里有个。这塑胶的还好啊。对啊，就有考过。你车停在外面，就加减啊，坑坑碰碰都会有。一定有啊，一定有，就是加加减减。这样我觉得我车算蛮幸运的了。对，还不错哎、欸，而且要停车库啊。哎、嗯，对，停车库。哦，所以其实这个照顾的还算不错。他还说他车没洗，可是其实。嗯，还蛮干净。这个车在台北已经算有水准了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啦，台北的话、啊，那个车的密度越高，发生那个状况的几率越高，好不好？越高啊！我那时候问石环说他车有没有要卖，他说啊，这阿公哦买的礼物啊，对，对吧？因为那时候毕竟那时候在工作嘛，就是以正常屏东人来讲啊，那时候的工作收入没那么的收入的情况下，是绝对没办法买一台车的。车价都不高啊，哎，车价都不高，给拍光啊。哎，啊，那时候阿公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上班的路途其实也不近，从我这边过去大概也是要一个小时哦。骑摩托车的话，阿公觉得开车比较安全，然后他看我做了一年多，也稳定，也蛮认真的。对对对，他就说，啊，不然买台车给你安全一点。对，然后所以就是一个有故事的车子，所以上次石环跟我说，这个车他应该是不会打算卖的。对，就不会打算卖，我应该会留，就算对，就算买新车，这台车还是会留着，就轮流开。对对对，就是留到他寿终正寝为止。真的是阿公的爱、啊，阿公的爱，最近跟 CRV 非常有缘，哎、欸，非常有缘。对，那一部就不用看了，那都一样吗？对，应该是没有生锈。好，我上次看那台这里有生锈。哦，这就没有了。哦，这有生锈。这不会啦，因为。我跟你讲，这跟天气有关系。哎、欸，可是他上次台南，其实台南也很少下雨。其实那时候有网络上就很多人在传啊，什么 Fit 啊，哦，还有喜美，都大概是在我看也差不多2015、2016那左右，就15到18之间。对，他的那一个年份出来的一些，不管 Fit， 不管喜美，不管是 CRV， 嗯。HRV 也会，对哦，莫名其妙会生锈，所以那个应该是原料的问题。哎呀，所以时间越久啊，我们就看这个车，就是会去看，哎、欸，有没有地方有生锈，生锈。没几台车高早班几百万，先生大概有绩效啊，那就吵了啊。对啊，毕竟就花了钱嘛。哎、欸，这样蛇丸其实他开过的车不多哎、欸，我开过的车哎、欸、真的不多，真的不多、欸，真的不多，真的不多。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以就是本田 CRV 为主嘛，就日系车，所以。我没有体会过人家说的那种，都平贴地面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所以这样不错啦。刚刚搞女朋友啊，对不？你若遇到一种恋爱经验较少的，哦，我今天来一个，你就啊，你就晕船啊，对不？晕船，我现在晕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的爱情观是这样子，反正我答应了，只要喜欢我的，我们忙在一起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要去区公所也没问题。区公所，那想要等一下，稍微冷静一点，稍微冷静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讲啊。今天下来，蛇丸说：“哎，要带我去吃个小吃。”我心里想说：“蛇丸拍这么多年，你现在拍2018年到现在也拍了6年了，最少有什么吃的他还没拍过？不可能嘛！他到底还有什么口袋名单跟法宝没有拿出来？还有非常多，真的啦！还是啊，我知道，是不是屏东地灵人杰，到处都是好吃的东西，到处都好吃的东西，随便找一间都好吃。那我们就处理一下啦，处理一下。哎，什么都吃哦，有没有不吃的东西？”不吃亏而已，不吃亏而已。OK， 哎、欸，出发！耶！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Avir，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。这边就是全部都是碳，你们那些鬼，我们那些鬼啊！哇，哎，真的。真的留给你好不好？首发呢？首发，真的这么多口袋名单呢？我跟你讲，一定是这边随便，只要老店就是好吃的。对，谢谢老板。这碗是牛肉汤。哦，牛肉汤。谢谢。这碗是清炖的。哦，清炖的，像是那种牛肉面那种肉块。哦，了解。啊，这牛杂。还有点粉红色的，哎、欸，真的，这把胸这啊吧，这几万往这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都叫一碗，我也没有问他是大碗小碗，你这很像牛小排，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而且还是厚切呢、欸。我先处理牛肉，你先处理，你先喝喝看。对，这是我们这边道地的酱，道地它都是姜丝配的，特调。正常来说来这边就是一碗汤配一碗白饭。对，我看大家都这样吃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但是我们等一下后面好几间，我们就先不要对。对对对，而且蛇丸最近很努力。
做一休一啊，啊，做一休一，这个都是哎，这都原型食物，原型原型，对，我讲原型是披萨，哎呀，霸丸呐，哎呀，霸丸呐，圆的啦，圆的嘞，皮丸呐，好，皮丸呐，皮丸，贡丸呐，我先吃原味，哎，先吃原味，然后喝一口汤，我先喝个汤，哦，我还没来吃的时候，它的形容是对的，嗯，就是吃得到很浓的中药材的味道，哎，对，中药材味道，然后吃完之后啊。觉得有一种没有病强生的感觉，嗯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生，哎，对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生，哎，强生的感觉，多喝喝，健康就跟着来，哎呀，好，然后带着一个那个九层塔的香味，不过好新鲜啊，我仿佛好像吃到什么，他今天早上还在那个草原上奔跑，就被一抓，哎，抓过来直接做人汤，哇，这么可怜啊。被抓到，我觉得这个台湾的这种温体牛啊，就是它是属于比较有肉感，咬起来是比较有肉感。对，比起你去吃那个寿喜烧和牛，那个其实很香啊，但是没有肉感。它就是入口即化，对，它就是都好吃，但是就是不同的感觉。对对对，它这个咬起来，它的那个肉汁的甜味会一直喷发出来。哎，对，它如果是那种刚送上来那一刹那，那红红的，你一咬，哇！对不对？那是啥？柔中带 Q， 哇！哎，对 ，QQ 的，嗯，对，而且还 QQ 的，感觉那种一咬下去就回弹的感觉，嗯，也非常棒，嗯。然后它的汤就是里面看起来就是有中药的那种感觉，柔柔啊那样，嗯。那清炖的就没有，它是清炖的就没有，就清汤，比较清脆。所以它这个牛杂应该也是属于像中药材。我来吃一块它的这个清炖，清炖的这个肉。如果你敢吃牛杂，这边可以吃牛杂。你敢不敢吃？我吃，我敢。哦，我都不吃亏呢。我不吃亏呢，什么拢吃。嗯，对。好软啊。嗯，他们说像这种清炖啊，这些很好，很快就卖完了。哦。啊，没了就没了。超软呢，软到不像话了。哦。哎呦。哇，好爽。这个两个就是截然不同的口感。对，我觉得。来啊，一定要这两个都试试看，嗯，牛肉汤清炖啊。如果你敢吃牛杂，牛杂来试一下。对，其实我刚刚一直在想说我要吃要点什么，结果他就直接处理三个各一个，三个三个真的都还不错。我们天秤座是这样子，我们有选，我们有选择困难症。对啊，但怎么办？全部都来，就全部都来。对对对对，有小师哥在，我就不怕吃不完。对对对对，包色啊，包色，我们就包色。这个口感的那个软嫩的程度啊，嗯，我可以很负责任跟你说，不输和牛。棒，哦，嗯，好赞！你赶快吃吃去下一家，带你吃主食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再来近几年比较常上高台北，对，比较常上台北出差之后，才发现，在台北很难吃到意面，蛮少的。对，你要特别去找。对，要找。对，要特别去找。所以我就觉得带小师哥来吃一下我们的鳝鱼意面，刚好这一间鳝鱼意面，代表的鳝鱼意面。Let's go， 赞。地瓜空心大陆妹像那个，也是大陆妹啊，还有越南妹。你用假笑脸呢？不不，带炒鸡，我带炒鸡，我带菜鸡啊。好了 ，OK。越世界真的没有预想到屏东的小吃这么好吃。嗯，这边当初要拍那个潮州走透透的时候，原本把这边排进去。好香哦！它介于那种烧焦与锅气之间，来回横跳哦。它外边看起来根本就不像冰店，被杂货店耽误的冰店。我会很负责任讲，台北没有这味道。嗯，哎呦，那个线，哎呦呦，哇，爆浆了，爆浆了。天父爷拍一些屁，拍一些短影片吧，我也蛮期待。哎呦，哎，我没有准备。你没有准备那个冰糖盒吗？我没有把冰糖盒的衣服带下来啦。你没有带下，哎呀，我都帮你想好名字了。这样像什么名字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去改一下。今嘛叫做冰冻辣西人。冰冻辣西人，哎。嘉禾，上次他我们在那个好像尾牙遇到嘛，对，尾牙他竟然现场给我考试，嘿，说小师今天吃什么狼哦，要求啊，好险我反应够快啊，鸡爱你一生鸡爱你几狼，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，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，Ultra Dash S 3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。